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事儿了啊。田亮的女儿叫森碟，你说这个名字起的有文化，与赌王四姨太啊差了个姨字合照。那干什么去了呢？带着女儿去参加网球活动啊，什么青少年网球选手啊，那肯定了，还有点赌博上面的、赌彩上面的。的事儿呗。14岁的森碟啊，森林的森，间谍的谍啊，梳着双马尾，出落的越发亭亭玉立啊。这里面呢就讲了说青春活泼少女的样啊，有点女生男相，像田亮，森碟真的好高，等等啊，这些个评论啊，我就说呀，我说这个田亮啊，这样的人呐，不缺钱，不缺社会资源，你看人家四姨太的篓子在这里照相，还有很多的商业合作、商业合同吧，啊，人女儿也长大了，也亭亭玉立了，什么都不缺，但是这样的人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四姨太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吧？我还行。像我们这种还可以，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什么都缺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只好也缺灵魂，缺心眼儿。你田亮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跟他粘在一起干什么呀？是吧？你不缺心眼儿吗？就是你把你女儿的名字起得再酷，什么叫森蝶，什么叫林蝶，什么叫木蝶，你起什么蝶，他妈也不管用啊，也是缺心眼儿啊，是吧？头脑上有毛病，有问题呀，啊，或者那个，或者叫缺良心呐、啊，或者叫情障啊，就是不有智障嘛，就是又智障又情障啊，没问题，见。